大家好，我小新啊，见他们了。我他妈得，今天咱们来玩模拟老大球。有一个地方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，就这个小框框上面的这个标志好像咱们见过，但是这么高咱们没办法送上去。等会儿有办法了，冲开冲开，我记得这个游戏是有叉车的，应该可以用叉车把箱子送上去，是这个吗？这个是压路机，这把箱子放上去不知道会咋样，讲起来挺好奇的。看大家这劲多大啊，一车子水泥轻松拉走，这个在工地上搬砖一天能赚1000没毛病。走，叉在这儿，开始开上。 Nope。有一说一啊，这个叉车是真难开，你们看着啊，主要这边就没有马路，中间有个铁轨，太难受了。前面这个应该就往里塞个东西，直接倒过去啊。这又卡住了，事到如今只能处死下车，来个鞭炮，希望这车别被炸坏，不然又得开一辆过来。我去，这劲大，烦死了。哎，这就叫老司机，试下这东西能不能缠上来。不行，弄不上来，得要用手放上来。 OK， 走起，今天就小打一下工啊，当一天这个叉车司机。哎，哇，地不平肯定也运不过去呀。来，先把车开过去，看到位置啊。 Much much later。 哎，好了好了，终于快好了，这个角度应该差不多，快下来把这个箱子放下去。哎，快，这旁边还有个列车一直开来开去。兄弟们，这个要求实在太高了，我选择放弃。对了，这边这个花园咱们还没好好探索过，第一次来我街就被天降正义了，这次再来好好玩玩。我去，这啥时候多了这么多大铅笔，我街以前是没有的吧。不管了，躲过还是很轻松的。旁边这块你们猜都是什么动物？小绵羊，是不是非常抽象？这外形长得跟甲壳虫似的，走起路来也这么好玩。哎，这边还有个管道呢，这地方以前没来过吧？好像感觉好熟悉啊。对了，上次那个鱿鱼发射器的管道跟这就很像。哎，还真是一模一样。这人咋跑这儿了呢？哦，这个研究的是磁力枪，那个研究鱿鱼发射器的是他弟弟。哎，先把这个奖励拿了。这个是电脑屏幕，没啥用。这个武器不就磁力枪吗？咱们玩过的，上次电视把这出来就是这东西，啥都能吸起来。那正好，走走走，带你出去。这一天天的在这待着像啥话？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，对不对？就比如说这个小花园，这小绵羊多好玩呢。哎，不好意思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你还是乖乖在里面待着吧。咱们走过这个桥，外面看起来确实是非常的和谐啊，没有什么其他东西。等会儿，这有个小洞，两个武器，一堆骨头。那这两把枪应该是他的遗物，这什么枪呢？好像挺普通的，哎，好像射出箭的。你们看，这个威力也一般啊，有点冷兵器的感觉，也不会爆炸。哎，我操，这咋还藏着夹子呢？前面这块就之前葬身的地方，好像有个管道，这咋还有个管道呢？也没啥其他事啊，进去看看去。让我看看啊，咱们先踩个地雷，这地雷不给力呀，还得靠这个尖木棍，一步到位，直接退化。OK。这个也是有点跑酷的感觉，最前面就是一些奖励。对了，奖励还能买东西呢，待会咱们去蓝色收集看看有啥东西还没玩过。 OK， 现在直接跳个重开。观众朋友们，这个蓝色收集呢就全是可以买的东西，还有啥没见过呢？ Nope。 锯片枪没听说过，就单纯的发射锯片吗？好像还真是。来，让这老胖子测试一下。有点残忍啊，直接干稀碎。这个威力可以跟之前那个超大型手枪比了。哎，这么快就复活了，再来。哎呀，这次没有打死，这男孩身上全是锯片。对了，来试试这个锯片枪能不能干掉鲨鱼，就把这孩扔下去勾引啊。身上还有锯片呢，待会鲨鱼咬了估计掉了几个牙。走你。哎，等会没人下去。我的妈，我感觉我要出事了。不，哇，兄弟们死里逃生啊，这锯片枪威力可以啊，一枪干碎大鲨鱼。重开就完事了。这里面除了锯片枪还有个重要东西没买过，购买退休。现在这老大爷玩得也快完结了，我决定鼓起勇气买个这个试试。耶，发生了啥？好像是另一个地点。我去，直接把我扔进垃圾桶了。并没有完结啊，到达了一个新地点。来转悠转悠，这个地方就跟垃圾场一样，全是废弃物。这啥？不知道啥东西，也没法用。这个是一艘船吗？等会儿，这个轮子刚刚捡起来那个好像，来拿过来，是能不能装上？可以，自动装上了。现在有三个轮子，还差一个。这个东西有点像方向盘，能装上吗？不错，这是一个载具，我感觉东西收集齐应该就能开了。前面不就是最后一个轮子吗？来来，装上。我动了，好像真能开，试一下。哎，这还是磁悬浮的，这东西比刚刚那个叉车可带劲多了。你们看看这多平稳，这东西能不能开到市区去啊？这边好像也没有通往市区的路。哎，等会儿，我被扔回来了。哦，这个隧道另一边应该就是垃圾场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。那咱们再来试试能不能回去啊？就是这个隧道，直接下去啊。哎，你们看，还真扔过来了。那这就解锁了一个新地点嘛。不过就剩个腿了，这重开了会不会回去呢？不错不错，还在这边。现在咱们再把这个车给装好啊，然后开车过去。理论上讲，咱们把这个车开进隧道，车应该也会过去。等会儿啊，等会儿没车的时候再变道。
OK， 走。哎，我去，耶，我咋自己出来了？还是被扔过来了，车也在，但是这看来也是没啥办法了。等我再想过来往回开，发现车不知道去哪儿了。OK， 那今天就到这里啊，剩下的内容就以后跟别的 UP 主联机玩了。单人内容基本到此结束，这次希望大家都别白嫖了啊，给这个视频点个赞，让我知道有多少人喜欢这个系列，也可以让我有动力继续往前走。当然呢，之后也会开新坑，希望可以一直支持。我小新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